上车。这边也不能放钱呐、啊。然后那个，我们这边还是真的是很开心的、啊，因为林老师他会带着我们走。这个模型馆是很新的，非常新的啊，所以你如果之前来过绿岛啊，这个两三年没有来过啊，这是全新的。那我们的车子还没到，车子还没到。有，那等一下哈、哦，那个是不是开错了？等一下。等一下，那个水哈、哦，它是不准拿在手上的哈、哦啊。水不要拿在手上，对。啊、哦，如果你要拿在手上的话，请你放在桌子上。好、哦，进去的时候，他有桌子给你放水。就是换这个。以前就是当兵的也一样啊，营区也都是这样啊。最早是反攻大陆啦，杀死华某啦，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啦。生活清晰，那我想这里面很多呢，男生都有。
车从这个地方。还可以走到后面绕一圈出来哈，不然后面塞车了。这是模拟当时候哈，在这边的政治受难者哈，他们在这边早期的时候，因为白天都在工作，那晚上回来宿舍哈，就请前一个小时可以在里面的自由活动时间哈。那行进间哈，麻烦小心头边脚边，不要被东西撞到踢到了。这是郑志万啊。是像郑志万嘛，拢只 K 级。对啊，阿无赤红哦，他们都没有纹身。从这手边出来哈，我们加快脚步，要其他房间加进来。我说你的价格不见了吗？啊，这个是他们要每一天都要到连马沟那边去浇水的。哦，茅坑啊。然后大概就浇这个，但是没有自来水，那个厂里的水龙头是破的，哦，没有自来水。那个水啊，是水龙头的破水。大伙计都知道这个是水。那个是那么参观完的民众，请加快脚步，我们后面还有人要参观哦。社会属于牵扯到一点点关系，但是他来的工作。那这个陈梦伦先生，我跟他们说，他是说他在高中的时候跟他的朋友常在旁边的时候，就这样他上了师大的时候，初级的时候，没，就我们有一天突然来了两个那个便衣的，把他带走，然后带走以后呢，就天天问问高中期问高中期。所以三个月以后就把他放回来，放回来以后他就坚持下去，然后再去上班。结果老师说，不，你不用回来，回头回来怎么样？他就因为接触，所以他就没有过。没有过以后，他不知道为什么是跟那个上海那边的企业家有大老板聊天多少，他是被到上海的复旦大学介绍他的女孩。Yeah.
不太能够见到。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溜冰场，这是龙一社，这是湖一社，这个是小吃部，这边有招江部，有功能部，好，那这个是湖一社，那这个是溜冰场，我溜过一次，我万千里都溜，刚好穿好手一晃就看见了，我一定卡成凳子。太远跟太南边啊，你就看到一点点，看到大武山，看到什么这样而已。然后在台湾本岛啊，哈，你即使再靠近玉山啊，都被近的山挡住了。哦，所以只有绿岛可以这样子看。然后你在绿岛，你可以看到台湾的离岛，然后可以看到什么？现在云遮住了，不然你会看到什么？第一层叫海岸山脉，然后第二层的林线啊，就是中央山脉。好，然后可以看到超过玉山以北这样子。啊、哦，那个林线，绿岛是一个很特殊的角度，好、哦、相当特殊哈、哦。那台湾看绿岛就已经还蛮大的，所以绿岛看台湾是全面的，哦，是全面都看得到的哈、哦。那要过来这里其实很难啊，哦，对我们现在来讲很方便，因为你只要开准票，开一点啥一点飞机票的啦。那对以前来讲，黑头是一个很大的阻碍。所以晚上大概林老师会跟你们谈这些哈，绿岛人为什么封闭在这个地方这么久啊？除了条件好，然后当然那个天然的封闭跟那个封山禁林都是哈、啊。那这个地方是什么？这个地方是人权纪念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当时就其实号称亚洲第一个人权纪念碑啦，啊，号称啦啊，当然那个有不同的解读啊，每个国家可能有不同的解读啊哈。那这个碑哈，其实是少数那个碑做的非常非常好，你知道哈、啊？有人知道那个汉堡的这个？啊，知道哈，因为很多人听到汉堡德会觉得是德国人，还是什么？汉堡德是台湾人啊，就是之前那个南艺大的那个校长，哦，汉堡德他设计的，啊，然后当初他拿到这个案子的时候他很开心，然后因为这个是一个指标性的东西，不是案子多大，啊，可是他到现地看以后啊，一共啊这 key 啊这，哦、啊，就在这里建立一个很大的碑，有没有？按那 key 的 key 没？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啊太漂亮了，然后你要做一个碑，啊，怎么可能不被骂？即使是人权纪念碑也一样啊，尤其是越人权的东西越是两极化的东西啊，哦、所以他也尝试过哈、哦，那个碑是坐在海上，哦、不要破坏这个地方。但是啊、哦、在海上啊，在台湾那个台风太难克服了、哦，所以也放弃了。然后后来、哦、他想到一个方法，折中的方法就是，哦、你被踢碑嘛，然后又要让人家不骂，但是要骂小声一点，哦、就往地下画去，所以整个碑是在地下。啊、哦，整个碑是在地下。然后这个我们慢慢往这边走哦，那个整个碑哦，一开始不是要人权纪念。种啦，都叫福建茶，福建茶。啊，因为伊知影晒个晒个，才袂着钱，发生啊。所以海边的迄个树啊，拢是矮的。啊，但是很可贺的是什么？那个没有人伤亡。啊，但是那个船啊，当时是全世界最大的几艘游轮之一，叫胡佛总统号。哦、那个公司啊叫金远轮船公司啊，一折为准都是用美国的那个美国总统的名字下去命名。啊，这一艘刚好是胡佛总统。啊，在1937年飞机在马尼拉一准，为日本啊飞去马尼拉。哎，啊，路途经过台湾的时候啊，哈、哦，基隆上一站，然后那时候绿岛没有灯塔。那绿岛沉船事件很多，很有趣，相当有趣。哦、有些当然就是灾难啊。啊，有些有趣这样子哈、哦，那包括这一件也是，然后开始12月12号啊哈，行经那个绿岛啊，暗喜凶暗嘛，那不要整一点五哦，弄得一个，哎啊那个时机点哦，刚好是很敏感，二战快要爆发了，弄得一个先啊，那个美籍船长马上归回啊，哦紧张，然后就开始先排掉那个燃油什么什么那一些，
排掉以后啊，还是推不出来，搁浅，严重搁浅啊。他就开始放那个信号弹啊，上面微波龙都放上去。啊，就在那个背景之下，一放上去不放开好，没有人来救援啊，所有绿岛人都跑到后山去躲。哦、啊，就是战争爆发了。哦、啊，所以一直到那个被他提供那些五浪快的，哦、啊，是船难这样子。哦、啊，他开始在救援。哦、啊，那那个船难，那个船的那个。隧道之前啊哈，刚才我们停在那边，那边有一两个地方是可以休息的，好，但是那个哈、啊，你如果继续再骑，就往这里冲下来了，好，那个哈、啊，其实原本的公路就是往这里，啊，那这个山洞你可以看啊，那个这个山洞啊哈，当然它是一个半人工半原来的，你可以看到有一个海石洞，实际上是真的进去的，啊，那绿岛的环岛公路很慢哦，绿岛环岛公路一直到60几年才通哦。哦，绿岛的电也差不多是那时候才有的。对呀、啊。哦，然后这个山洞啊哈，完全打通是怎么来的哈、哦？原本啊，你看我们应该停那边，但是这很麻烦，因为那边肯定要走出来哈、哦。我们那边呢、啊、哈，就是慢慢哈，你会发现那个路啊哈，有开一半两边。但是啊哈，这个隧道它没有传统地名哈，因为它是后来因为没有环岛公路嘛。传统公路是后来60几年才有的，这个地名也是60几年才有。拍了，他们是第一个的。比较可惜哈、哦，因为要看的东西啊被水遮掉了。啊、哦，其实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白色的沙滩呢、啊、哈、哦，这个在绿岛哈、哦、是很平常的，啊、哦、非常平常的。白色沙滩是什么东西？啊、哦，贝壳珊瑚，主要是珊瑚。啊、哦，你们家附近如果有海滩啊、哦、有沙滩啊，它反映两个背景，什么背景？就是你家背后山里面有什么，跟什么？你家的海里面有什么？好、哦，会有这两种，哦，会有这两种那个，好、哦，会有这两种那个反应的现象的哈、哦，因为领导老别刷我哈、
会放去，会放去啊吼，会落落来，落落来会给水啊，吼，落雨时的水会溪，慢慢啦冲，吼，就冲到那个。这个山林线啊，叫海，叫什么？叫菲律宾海板块。我们后面看到那个主体的山啊，那个最高的那条银线啊，是欧亚大陆板块。我们觉得没什么，是因为什么？它都引流提醒，它那个急流要挂住啊。然后我们的观光单位或者是我们的教科书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是很伟大的，因为什么？像我那个朋友去欧洲玩，他花了一个礼拜啊，去了七八个国家，跑到台北来，然后回来以后啊，他就跟我炫耀哦，就我把他泼了一盆冷水。我说那你就来我们家玩就好了，我们家刚好在海岸上面中间，我老家好在太原那边。他说怎么这样讲？我说欧亚大陆板块啊，你可以不用买船票，不用买什么，对吧？买飞机票就来我们家。哦，你可以在你们家先吃早餐哦，就是叫做在欧亚大陆板块吃早餐。啊，来我们家来菲律宾海板块吃中餐。哦，你可以办到的事情啊，你住在台北，你不管去到什么欧洲，去到中国大陆啊，基本上你还是跟什么习近平先生他们住在一起。啊，你去的那个界限，那个叫污染界限，那是什么政治界限？那是人画出来的。那台湾竟然就有一个这么伟大的线，然后那条线在哪里？我也知道。啊，那条线就是台中到花莲中间那个纵谷。台中北边的纵谷是很明显的。花莲在那边，花莲那边大海。让它有苍井的感觉，怎么样啊？还蛮变态的。但是啊，这个不用，你
它本身哈、哦、一个不同的场景呢，然后第二个颜色本身就小，好、哦，所以你只要能够把它拿到你家里面的盆景，所以这个很贵哦哈、哦，但是对，但是对，问题来了哈、哦，要怎么拿？啊、哦，这个你完全没有机会哦，为什么？因为它不是长在泥土里面，你用电力杀虫胶里面，而且环境我就不行。这个都没有，还没有栽培过，就这样。有没有看到？啊，有看到一个头嘛，哈。对，然后他脖子后面有个半挡，对不对？啊，然后他还有什么？啊、他还有罩杯，有没有？可是有人觉得他是泰国人，你看他往下看，他会看到什么？他看得出来吗？好，有点会觉得他是个妖了，好，那不管他了哈。他、哦、看得出来吗？看得出来哈、哦。好，这个是一个很标准的火山口，好漂亮。这个叫海参坪的这一块哈、哦，是一个很标准的火山口。然后绿岛当然有它传统地名，因为绿岛没有神话故事嘛，所以不会有哈巴狗。哈巴狗那个峭壁都要挖爬，然后他又跑不出去，把、哦、它放在那边呢哈，就时间到就成熟就好了。啊，那个牛，啊、所以它叫棒牛。跟牛就不一样，我们刚才因为。对还没到的啦，二十分。我姐姐。